还是和以前一样 FX 迎来出道14周年，成员们也纷纷在社群平台上庆祝。 Luna 率先发文，和 FX 相遇14年了，会成为坚持梦想并诚实的艺人。 Amber 则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，并一一写下成员们的名字。宋茜也发出插着14蜡烛的蛋糕，感谢粉丝们一直记得，更惊喜地跳了经典歌曲 Hot Summer。这一跳直接逼哭粉丝，而在如此重要的日子，当然也没有漏掉他。그냥 이름말하면돼요아네안녕하세요최진리입니다釜山国际电影节选在 FX 出道日这天公开学历一座指真理的预告和神谦接受采访的画面，虽然只有短短几秒，但也让粉丝们都陷进满满的想念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